就是可惜了。我觉得他很棒啊，对啊，所以也没有什么负面心情。最后选择吴飞的原因是什么？这位新朋友，我觉得 我要很公平的说一下，就是台上的走位，我觉得这一点艾文做得非常好，自信艾文也大你很多，真的。舞台表演上，其实我个人蛮喜欢你自己一个人 solo 的状态，我可以在里面听到你做一些小地方。是。再来就是音乐性，你写的 flow 的位置是我觉得很特别的，我没有想到的，我觉得很酷。然后再来就是内容，我觉得你够资格说教大家保持帅哥。哇，帅哦！世轩也算是我认识的饶舌歌手当中算是啰嗦的饶舌歌手，谢了谢了，开玩笑的啦，谢谢你精辟的分析，接下来就交给两位帅哥，保持帅哥，加油。好，好来，现场帅哥们来点尖叫声好吧，现场所有美女们来点尖叫声 alright。这是吕思萱 Trump Fresh 新鲜鳟鱼。Hey, this is for all the 吴飞。Yeah. Let's get it. Thanks for the fire. 忙了不过只是值得忘了。每个美好都是可难的。除了快活，没什么值得耽搁。不怕需要独处，自然就变得比较像往人。不出懒得计较数目，因为天生就比较奔忙着。你装都不想装，任凭周遭射来的目光。脑中的图不想当，自然不发达。不忘曾经是超人不样的，即使长累了，只是心在跳。也别忘记爱笑，偶尔少根筋，顺便少个惊叹号。就算拼到了通宵，也照样保持帅哥。就算踢到了左脚，也照样保持帅哥。哎，站起来好不好 ？Stand up， 保持帅哥。Yeah， 哦 yeah， 保持帅哥。yeah， 保持帅哥。吴飞，反正本来就够帅的，那何必去刻意？生来一无所有，没什么值得在意。No matter what I do， 下定决心没人挡得住。Keep it fresh， 逆流的冲上那步，不知道分出胜负，不只知道当他胜出的那一刻，享受 rap game， 证明这个世界还有他这一号人物。Say one two three four， so let's get it， tell I'm the man。One two three。大人不爱的招牌欢迎前进，也没准鸟是爱心，依旧保持笑脸。Shout out to one year to 28，痛苦将化成历练，看透成起点。每次的舞台当作 one， 手机给我。就算拼到了通宵，也照样保持帅哥。Come on yeah， 就算踢到了左脚，也照样保持帅哥。Hands up。保持帅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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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场的手机给我 ，Just throw your hands in the air， 记得保持帅哥，帅哥帅哥 say hell yeah， hell yeah，just throw。谢谢，保持帅哥，谢谢两位帅哥，哇，好嗨哦！怎么样？怎么样？世轩，整个表演完之后，有如你所愿吗？是好的，是好的，比我们昨天他的紧张有再收回来一点。有、哦，问一下帅哥客群的感觉。我觉得他真的是小野兽，无非他其实他写的 flow， 然后自己写的东西其实很好的，因为、会唱歌的人唱 rap。有时候只要你能够抓到精髓的话，能够唱得更好。可是他就是表现的时候都很乖，对，只有到歌的后半段的时候，他才真正释放了一点点。只要你能够把这个乖给丢掉的话，也许真的能够成为一个，因为我不知道他之前是不是真正唱 rap 的人， yeah， 也许你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好的 rapper。嗯，没错，多一点点自信。
但因为我觉得吴飞应该是有点小心机，因为现在的年代流行那种有点草食男，可是真正到猎物到手，啪啪啪，这边肉食男，就是扮猪吃老虎嘛。对、，OK OK， 哎、欸，右下老师拿起麦克风，是因为你说草食男，然后你要点我，所以我就先准备。没有，你要是吗？你要是吗？我想说你怎么直接麦克风就拿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吴飞，就是在这样子的音乐上面去展现他的饶舌。没想到他的痛也可以跟这样的音乐搭配的非常好。嗯，然后我最主要是想要讲，我觉得可以被这个吕世轩称赞，我觉得太难了，因为我觉得他的品味真的是数一数二的，然后可以被这样这么厉害的饶舌歌手说写出来的 flow 很酷，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嗯，所以恭喜吴飞，恭喜你，对，恭喜你。虽然听起来好像在称赞我，就是透气，就默默的自己暗爽。对啊，对啊，对，大概是这样。所以两位都真的很棒，也谢谢你世轩来到森林之王，谢谢你，谢谢，也谢谢吴飞，恭喜你哦，请坐。